好哦，迄个各位好朋友吼、哦，各位神拜吼、哦，大家高赞，高赞。咱今日开始咱迄个第二天的，对我来讲是第二天啦。那有修过迄个先修班的，可能是第四天啦。吼、哦，行程安尼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咱昨啊吼，昨一开始咱讲的是就是一个台语先来要复进嘛，吼、哦，先来有需要把台语救起来嘛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啊吼，就讲啊吼，啊，台语背后有啥物咩咩格格的所在啦，对吧？吼、哦，咱对长对迄个语音的部分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对音韵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对迄、那个。对迄个语法的部分啦、啊，好无？台语的结构，甲各位分享讲啊吼，台语有啥物趣味的啦吼，有啥物诶背后有啥物咩咩格格啦。啊，今仔咱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讲啊吼，台语要安怎应用啦？吼，台语会当安怎应用啦？昨咱已经看过即个马来西亚的例啊嘛，吼，啊马来西亚人因安怎用即个台语创造伊的经济利益？吼，啊那安尼咧吼？台湾人是安怎用的咧？正做台语的母国台湾是安怎用的？这就是今仔日咱要甲大家分享的部分啦，吼。所以咱是有迄、那个有顺序安尼来安排咱的节目。啊，下晡咱会甲大家进行一个座谈。啊，伫座谈面顶咧，吼，大家若有任何的迄个有关台语啊、台语教育啦、啊，有关诶迄个想要讨论的，咱拢会当伫遐三角讨论安尼啦，吼。就是下晡咱会伫遮三角讨论安尼，吼。啊，所以咧吼，大家若有什么问题想要讨论的，即马嘛会当先写一个安尼，吼，先写一个。好，来，咱先让大家看一个迄、那个。等一下吼、哦，有一个昨有一个新闻啦吼，我说走，放去倒位去啊，敢放来遮吼、哦，好，昨有一个新闻啦吼、哦，这是昨的新闻吼，伊、哦、的标题是讲台语版的这个，台语版的这个马克白啦，吼有啊吼，这是 Shakespeare 的戏剧嘛吼，郑丽君就是文化部长啦吼，伊家己买票来看啦，有啊，这是昨个上新的新闻啦吼，伊 Shakespeare 吼，迄个戏剧有台语版的吼，加入一个阮剧团啦吼，甲日本下国合作的迄个马克白啦吼，啊文化部长呢吼特别来看啦吼，有啊吼，啊因为啊吼，伊讲安怎呢？伊阮剧团团长表示讲啊吼，伊这个剧团一直以南方观点出发啦吼，甲和迄个剧情啊吼，甲乡民接啦，所以讲吼，拢用台语来演戏。有啊，吼，各位看到啊，吼，用台语来演戏。其实这几年啦，吼，台语翻译的作品啦，吼，不止啊多啦，吼，翻作台湾，就是讲外国的世界有名的作品翻作台语的足多啦，不止啊多。大家敢知影，全台湾第一本翻译的 Shakespeare 的剧本是倒一本？剧本啦，吼 ，Shakespeare 的作品啦，吼，莎士比亚伊的作品啦，吼，翻作台湾，翻伫台湾上早翻译倒一部？唔对，唔是演戏啊，我是讲干那剧本哦，叫做《威尼斯的生理人》啦，是张老教会一个陈清中吼，张老吼，伊嘛是校长啦吼，翻译的安尼啦。啊，恁知影全世界第一个翻译的外欧洲的囡仔故事翻来台湾是倒一本无？好个无啦，迄好个无是台湾的啦，迄个是欧洲的囡仔故事翻译来台湾，倒一个。叫倒一部故事，恁知影？唔是，叫做《土炭》。《土炭》是啥物故事，恁知影？又看卖，《土炭》是啥，恁知影？火炭、土炭有无？土炭，嘿啦，迄就是迄个乌乌黑哇吼，就是灰姑娘啦，即摆反正灰姑娘啦，好唔好？灰姑娘啦，啊，迄个灰姑娘啊吼，就是啊，啥物叫做土炭，恁知影？因为伊是翻作台语的，你知无？吼，1885年。台湾有出现一个报纸，全台语、全罗马字的报纸，叫做《府城教会报》啦，就是教会公报安尼。啊，内底有开始有足侪迄个消息出来吼，包括讲吼翻译的西洋的囡仔故事啦吼，包括讲啊吼这个科学新知啊，你知影吼？我袂记得几年啦，但是足早，因为阮迄当阵编译下台语的课本，互学生看的是，伊咧甲大家小介绍物件咧。19世纪末期哦，甲台湾人啊，迄报纸在咧想，19世纪末期是
要两百年前安尼，对无？要两百年前，大家想讲台湾迄当阵了足浪漫的，对无？唔对，迄当阵会晓台语，会晓看台语报纸、罗马字报纸的吼，迄种得到上新的世界消息啦，哦，迄个啥？伊我今日无带迄套册来啦，吼，迄个林刚有机会吼，才拜托迄个梁光兄吼，摕来秀给大家看，就是台湾文学馆有出一套迄个白话字台语文学选嘛，吼，迄一套五本嘿，迄内底咧讲啥咧？迄内底有一集啊吼，咧讲卫生甲厝啦，啊，迄个卫生甲厝啊吼，内底就讲吼，咱的空气内底有三种上主要的成分啦，吼，上素啦，就是咱讲过对无？上素嘛，吼，就是氧气嘛，碳素啦，吼，啊甲基素啦。就是氮气啦，基础氮气、氧气加啥？碳素是啥物件 ？CO2 啦，哈 ，CO2 啦，这三个成分是世界上大的成分啦。哦，啊，安怎都安怎，哦，啊，还有讲到人的迄个白血轮、红血轮，血轮是啥物件？你知道？就是迄个啥？即马讲血球啦。即马讲血球吧，一粒球、两粒球，但是其实你若去看伊个相片啊吼，伊是只较像一个链仔，中是猫入面，中毋是扑出来哇，对吗？所以古早吼，迄个伫教会公布来咧叫白血轮、红血轮，啊，佮讲啥？啥物？爱迪生发明电灯啦，系啥物故事？哎，爱迪生发明电火的故事啦 ，Stevenson 发明火车啦，吼，啊，佮小盖讲啊吼，迄个啥 ？Titanic 安怎沉落啦？吼 ，Titanic 哇，铁达尼号哇，安怎沉落啦？吼，所以迄当阵的台湾人啊，吼，透过这个台语，透过罗马字，甲欧洲、美国这边上新的迄个消息知识，拢完全接啦。你看，迄是台语上早伫台湾的应用，应用伫什么所在？十九世纪末期嘛，应用伫什么所在？应用伫全方面接受知识啦。吼，就是唔是？大家即摆想讲吼，哎呀，用台语无法度教数学，吼，用台语无法度教物理化学，敢那袂输用英语、用华语才会使对无？唔对啦，台湾上早十九世纪的时候，要接受这外国上新的知识，是用台语，用罗马字，哦，用罗马字安尼，哦，因为迄传统无同啦，罗马字的传统就是传教士扎入来嘛，所以伊甲迄个西洋的世界一直拢有足密切的接触。好，这是早前啦，吼，啊，所以即马当然最近阁有一挂这种复制的物件啦，吼，好来，但是啊吼，咱今日要讲的，吼。咱今日要讲的，头拄还是经验啦，啊，像咱今麦讲的是较新的代志啦，吼，新的代志啦，吼，就是讲啊吼，其实，吼，这因为咱看我开始一说啦啦，吼，因头拄个有小可翕相啊，创啥，所以这物件就简单讲就好啦，吼，就是讲吼，讲做一个老师，我思考两项代志啦。第一，我敢有甲咱家己当作是会讲话的教科书，就是我物件就教练啊，大家拢困去安尼，哇，吼，咱一吼，安尼就大家听袂入面嘛，吼，即马大学教授拢来讲咧，吼，即马伫台湾的大学教授讲，台湾的大学生啦，吼，你甲台湾大学生上课，亲像你甲蒙白上课，你知影？什么蒙白的，安尼猜哇，啊，拢袂叮当，袂回应哇，吼，好，啊，我啊，就是讲吼，有当时吼，咱个迄学生困去嘛，吼，啊，咱个哎边啊个叫起来，先来咧困啦，吼，迄拢会安怎应呢？讲老师，你家己个用困去的，你家己个叫起来，是不是安尼啊？你家己个用困去的，啊，你讲到上无聊哇，所以呢吼，我定咧思考讲，我是不是家己干那当作是一个会念册的教科书安尼对吧？吼，活动教科书安尼无法度啦，吼，对，第一大家有兴趣无？第二就是啥物件？我教的人听完以后，敢真正对听的人有帮助啊，是有路用啦。就是咱讲的真好笑，无唔对啦吼。啊，讲大家拢听甲真欢喜，但是听了以后咧，特别是咱看一个小听啊表演啊，大家笑笑的就结束啊，安尼嘛无效啊，对无？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到底对大家有帮助还是无帮助啦？这两项代志我定下咧思考啦吼，这是我上课的方向。但是真做一个台语运动者。吼、哦，去年的台语运动者，我思考是另外两项代志。吼、哦，另外两项，就是要安怎让台语 funny 搁有 money 通谈。吼、哦、，funny 搁有 money 啦。吼、哦、吼、哦，就是讲啊吼，因为咱定来讲吼，囡仔不爱学台语，对无？咱昨来讲，囡仔不爱学台语是安怎？伊感觉台语无路用嘛，对无？啊，啥物好做有路用？两项关键有路用啦。第一项就是讲吼，你若让台语变甲真趣味，对吧？咱定下讲迄 online game 哦，以前是不是 Angry Bird 真趣味，对吧？啊 ，Angry Bird 真趣味，大家拢咧耍，对吧？哦，啊，到尾啊吼，像即摆上新的什么 Pokemon 吼，有无？迄真趣味，对吧？啊，未来阁有真趣味的物件，趣味的物件永远是人需要的啦，对吧？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台语若真趣味咧，大家就来耍台语，对吧？哈，好耍台语。啊，另外一方面咧。哪有钱通赚，咱半暝嘛去做，对吧？是不是安尼？吼，半暝嘛来学，所以要安怎让台语有钱通赚？吼，啊，搁趣味，这是我这几年一直咧思考的问题啦。吼，好，翻译干嘛呢？所以呢，吼，
咱这，所以我这几年一直咧收集台语的应用的物件，的资料啦。台语应用的资料，台语变作应用，应用伫生理面顶。啊，我发现一个真欢喜的现象哦，就是即摆少年人啊，愈来愈爱用台语。你想，就是讲以前的咱以前少年人吼，较普遍认为讲啊，台语就是迄种较粗俗的语言啦吼。啊，但是即摆少年人无同啊，即摆少年人因台语袂认得对无？咱常讲伊袂认得，但是伊想要用台语，所以做社会运动嘛用台语歌做主题歌。啊，伊若要设计一寡商业的概念的时，伊嘛会甲台语正做一个重要的元素，加入要内底安尼，好，伊家己甲别人无同。好，啊，咱先来看传统的啦吼，传统伫你想象内底台语文创生做安怎？你想象内底台语文创啦，即讲台语若要进入文创，你有印象有看过即种个牙手，台语摕来正做文创个地个所在牙手，好无？好，无侪嘛，吼，无侪好，有一挂有嘛，好，啊是安尼，安尼，啊是安尼，啊到底安怎嘛？你唔讲对吧？吼，来，即个饼个量，即什么红豆饼？盖好食红豆饼对吧？吼，盖好食红豆饼，这是伫倒位？即台中个主人科学博物馆个对面啦，吼，一个红豆饼个摊啦，吼，盖好食。你知影迄是乌白写嘛？你是看了知影乌白写汉字对无？盖好食红豆饼啦，哇吼，啊这是啥？这往来田内底打个告示牌啊？袂使偷懒，袂啦，袂使偷懒哦，哇，是不是呢？啊，讲一个臭脸蛋，臭脸蛋叫袂使偷懒哇，袂使哇，吼，偷懒哦哇，吼，是不是我白写？吼，啊，这嘞。两车驶较慢，两车驶较慢啊嘛，车超车啦，啊下面嘞。乌多麦，乌多麦，安怎？骑较慢啦，好不好？你两车驶较，迄是载两个啦。伊讲我驶较慢啦，啊你若是车，你就超车啦。啊，那乌多麦无法度超车嘛，因为违规嘛。啊，只好你骑较慢嘞，好不好？是不是安尼？吼，这乌白用的汉字对吧？吼，啊个加注音符号吧。你有看发现讲啊吼，迄注音符号啊吼，会使用伫迄个台语的民间看板足济哇。因为啥喏？因为汉字无法度写出个音啦，啊汉字无法度写出个音要安怎？像乌多麦啦吼，你看伊就写乌多。我拜骑较慢哇，吼，慢嘛，吼，哇吼，所以伫民间的台语看板，你会当看见真侪趣味的创意啦。啊，若要卖囡仔的宿醉的迄个杯啊啦，要安怎卖？伊叫贝亲，贝亲是一个品牌啦，台湾的迄个，台湾日本一个出名的品牌，伊叫做什么杯啊？背靠杯。不是啦，麦靠背啦，伊爱用华语甲台语谈咧聊，这叫背亲麦靠背啦，你提一点就提一点，麦嗲，是不是安尼吼？麦嗲靠，靠背一个鞋啊，素质啊，未了了好不好？售完为止哇，伊拍一个车啊，就是安怎，未了好不好？吼，叫麦靠背啦，好不好？麦靠背，啊，这安怎？这保证安怎？无客气啊，唔是啦，这唔是婚姻小概述呢，吼，哇，无电啊，呢，讲到客气就无电啦，喂喂喂，啊，这支嘛无电，哈，这支无电，啊，无气哈，有啊，这有刀啊，喂喂喂，嘿啦，喂喂喂喂喂，嘿，马英，好，啊，讲。靠北靠母啊，cry father cry mother， 嘿啦，七炸八炸靠北，哈哈哈哈哈，迄个一字一字台语有啊，台语啊一字一字改翻作英语迄种念法啦吼，像讲吼 ，blue who say and who's 是一句俗语啦吼 ，blue who say and who's 是啥物俗语？就是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哇！伊就用个英语来倒迄物件啦。啊，像咱早前啊吼，咧教英语啦吼，早前咧学英语啦，拢讲啥物件咧吼？啥？迄个 lock 就是 D 啦，吼啊 D 就是 B 啦，吼哇哦，那 lock 就是 D 啦 ，D。第二哇，啊 D 就是 B 哇 ，D 就是 pig 哇，啊狗就是 log 啦，哇狗就是 dog 哇，是不是安尼吼？啊阿公啊吼，阿公叫做
牛难趴啦，哇，牛难趴，哦啊，高炸叫牛无灵啦，哇，嘿啊，迄就是讲吼，咱若无法度，咱若无法度用迄个啥，真正迄个音标啊吼，是正统的学习去学，咱得用咱家己原本的语言去导嘛，吼，啊用迄个音上接近的去学，这嘛是一种语言的现象啦，吼，语言现象安尼，好来，啊所以呢吼，既然台语其实嘛是安尼哦，吼。台语其实嘛是安尼，因为台语咱无法度，咱一般人无受过训练，哈？安怎？嘿啦，无一般人无受过正确的正统的台语训练，所以伊无才调写嘛。但是伊想要写，我就想要写的，啊要安怎？伊就爱用乌白豆的方式嘛吼。所以呢吼，正平这个叫做什么名啊？现慢的啦，对吧？吼，现慢的啦，吼，哇！啊，豆平叫啥？无克相啦，好不好？无克相啦，迄毋是婚姻小概述，啥物无克相，毋是无克相啦，吼，好不好？是毋是安尼？讲到克相啊，吼，恁知哦？咱拢讲人克兄哇，吼，迄个人的某去夹的吼，叫伊克兄哇，因为咱的屁相迄个克人哇，吼，讲迄克兄啦，吼，啊，克人安怎讲呢？伊讲好，你叫我克兄，啊，讨克兄迄个查某。我就叫伊葫芦妈啦，葫芦妈啦，好不好？啊，就是啊，互相屁相啦，好不好？哦，对，这咱常讲的嘛，每一个语言都有互相屁相的所在嘛，吼。好啦，吼，这保证无克相啦。啊，其实啦，吼，其实啦，吼，这拢是传统的讲法啦，吼，传统的用法啦。啊，传统的用法当然有真侪趣味的嘞啦，吼，传统的用法当然有真趣味的嘞。来，咱啊放较大嘞啦，吼。这是一电视进前咧找台语主播的新闻，伊安怎？伊安怎？台语新闻安怎？唔是啊，唔是啊，迄个报看卖啦，好来，遮咧下面即开即三撮来人，老台语安怎？来，大家做伙念看卖啊，老台语，好，上细字来。哈哈哈！哈，安尼嘞，安尼看有啊？后边看有啊？无佫较大。来，这要变哪用？连台语用的。柠檬花。欢迎你来挑战啦，有无？是不是安尼？这电视咧征求迄个台语主播的是下下啦，吼。好，啊，恁感觉？下啦，门花嘛，门花雨灯嘛，拢不要紧嘛，吼。好，来，你感觉讲啊吼？你感觉讲中南部较会用台语对无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台北囡仔拢无咧用台语对无？唔对，唔对，唔对，因为真重要，爱讲三界吼。台北的少年囡仔嘛用台语的愈来愈多，而且迄个少年爸爸妈妈的迄个共学会啦，共学会就是讲我家己要教囡仔讲台语，啊，我家己真孤单，我听袂落，因为我周围人拢讲华语，我就伫网络招嘛有兴趣的人，吼、哦，几个啊嘛吼，几个家庭，啊，阮一礼拜聚会一届，啊，每一届轮流一个家庭主办，看即届换你的时，你要念一个故事给囡仔听，还是你要带囡仔做一个台变一个台语的魔术创啥，反正大家拢有台语，迄种团呐吼，共学团台北上济啦，台北上济啦，所以你看吼，台北师大路，恁知影师大路无？师大夜市有无？师大路分河街的路口，我后过去看一个看板啦吼，这嘿啦，这叫做啥？伊是目镜啦，哇！伊是目镜，哇！是不是安尼？伊是目镜啦，这目镜店开到安尼，开到一直倒位咧，你知影？师大路有无？哇！我看想啊，师大路分河街的路口啦，哦，有啊，分河街的路口，这叫伊是目镜啦，哦，这叫伊是目镜啦。好、oh, ，is glasses 哇、wow, 哈、oh, ，好来啊，后一个，伫你若要伫三义卖咖啡，你爱用啥？
现主啦，吼、哦，你爱念现主啦，吼、哦，才有像伊汉字写的哇，伊那现吼现主的咖啡哇，哦，是不是安尼？这客人装哦，三句是客人装哦，要卖咖啡爱用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个注音符号哇，啊这嘞这啥？奶鸡啦，现慢的啦，好不好？哦。这个鸡巴无关系啦，吼，这不是咧卖迄细只鸡啊，话足慢的，不是啦，吼，很慢的奶鸡啦，好不好？很慢的奶鸡啦，好。系啊，奶鸡啊，啊，这咧，麦克蒙了，吼，啊，这啥？电话啦，感谢感谢。喂喂喂，哦，好，总算是来啊！好，我明咧话甲大细声，电话啦，来，我问各位啊吼，我问各位，啥喏？伊要写这个话，伊无爱写迄个电讲话的话哇，伊写讲话的话，赶快当念做电话啊，对不？啥喏？伊要写这个话，超工要写这个话。喂喂喂，吼、哦，一个啦吼、哦，另外一个是伊要甲大家讲啊，真重要就是伊要甲大家讲，我是台语的扛棒啦，无爱用北京话来念我啦，爱听有无？我是台语的扛棒啦，有无？是不是安尼？来，好，过来啊，吼、哦，过来啊，吼、哦。这是啥？这是念低会贵的，低会贵啦吼，连英语字母拢用落啊，哇吼，是不是安尼吼？低会贵，遮啦，遮较大字啦，哇，低会贵啦，好不好？哇，是不是安尼吼？低会贵啦吼，低会贵啦吼，低会贵啦吼。迄个台中啦，后火车头啦，哦啊，台中啊吼，台中上出名的鸡排，你若台中人，你去问就知，恁家上出名的鸡排就是哪？就是这啦，一中的鸡排啦吼，啊，但是迄不是台语啦，吼，豪大鸡排迄是华语啦，台语伫遮啦，吼、哦，迄薯条安怎？食较紧30啦，啊，安怎50？食较久50啦，吼，什么都食较紧，食较久。你伫遐食，你食较紧就30，啊，食较久就50安尼啊，唔是啦，吼，哦，大包细包啦，细包30啦，啊，大包安怎？50啦，有啊，吼，啊，食较紧，食较久，有啊，哦，好，哦，这啊，佫来啊，吼，阮家附近嘛有一间鸡排店，伊叫做啥物？爱蛋呐、啊，哇，爱蛋呐、啊，吼、哦，伊甲你讲吼，人真侪，生意真好，爱蛋呐、啊，啊，真正爱排队哦，真正爱排队，大家去买拢爱排队安尼吼，好，爱蛋，爱蛋鸡排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看，你若袂晓念，伊阁甲你注英语伫遮喎。爱蛋哇 ，fried chicken 哇，是不是安尼？爱蛋呐、啊，爱蛋呐、啊，哇吼，卖鸡排啦，吼、哦，好，过来。哦，这鱼米啦，鱼米的牛奶面能打啥？我较大罐啦，安怎？涨2000亩啦，有无？是不是安尼？吼、哦，这就是鱼米啦，吼、哦。咱知影鱼，昨咱有讲鱼米有卖什么虎蹄啦，有无？吼，寸枣啦，吼、哦，迄种物件啊，吼、哦。我较大罐，涨2000亩，这鱼米卖一个牛奶嘛爱台语啦，啊这，哦这爱慢慢啊来，这真心是。这样吼，这什么物件？这他妈让大家看到内底，你就知道。你敢会晓念？数个时间。嘿啦，哈哈哈哈未歹未歹未歹，真的是啦，数共底家。安怎念？有一个真重要的美角啦，你知道？民间的台语扛棒啊吼，你一定要用华语去念迄个汉字，唔是用台语哦、喔。你若台语，所以台语愈好会愈读袂出来，你知影？我问台语老师，台语老师拢在念树强地加，哇！因为因台语上好啊，所以唔知啥意思咯。人民间的人无受过迄种训练，台语无法来啦，伊就直接用华语念喎，树共地加哇！但是你要去思考迄个啥台语的意思哇，用华语念安尼啦，这是。新北市的巷路地啦，新北市的巷路地，恁知影迄庙无？足出名的无？诶，附近的一间面摊啦，啊，即摆嘛足出名哦。即摆迄个面摊吼，甲差不多要甲巷路地平侪人，逐工拢满，大家去看侪吼、哦。因为伊有即个台语扛棒，所以大家去看伊啦吼、哦。来，你看下面就知影啦，遮啦，哇，是不是安尼？是不是树公？哦，树公伫遮啦，哇，哦，树公伫遮啦，吼、哦，过来，哦，过来，安怎？拜托安怎？拜托安怎？薰陶袂软蛋，敢是软蛋？敢是安尼？
你甲结婚无关系啦，甲卵嘛无关系啦，对无？爱安怎用？No， 爱用华语念，想台语的意思对啦。昏头卖暖蛋，臭连台语那讲台语哦。昏头卖暖蛋，好不好？是不是安尼？卖暖蛋啦，好不好？好不昏头，是不是安尼？哈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写成安尼就感觉，哎、欸，对吧？哈，是不是安尼？好啦，哈，拜托的啦，昏头卖乱弹啦，哈，好，哈，卖乱弹啦。啊，这嘞，等下啊，哈，这高雄啦，哈，这高雄的护士啦啦，哈，咧做护士啦啦，哈，你看皮皮穿安怎啦，哈，来，咱看这什么车？什么车？什么车？不是你阿车，莫用台语念的，你念用华语念的。不是，不是老爷车。你的车，你的车安怎话哇？皮衣安怎？不是收歌，泰哥啦，好不好？你要用华语去念，用台语收，皮衣泰哥啦，辛巴啦，内装安怎？来中垃圾啦，我帮你做解决处理哇哈，是不是安尼？吼、哦，就是要修理车的吼，嘛爱个用台语对吧？是不是安尼？泰哥啦，我讲你一定要用华语去念，无用台语念念袂出伊的意思，是不是安尼？好、哦、来，你想讲少年车，少年囡仔拢袂晓用台语对吧？这是网络少年囡仔铺的字条，巴拉我安怎？下好啊啦，请食哇哈。啊，肉粽中头安怎？肉粽中头安怎？吹过啦，有吹过啦，对吧？啊，那一粒肉粽未饱，可以当安怎？撒水饺啊，撒水饺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你我想讲，少年囡拢无要用台语啦，迄是伊无在了讲啦，但是伊想要用的迄个五万一直拢伫咧啦，只是你有环境可以晓用无啦？哦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撒水饺的撒你主角是啊，无啥。撒，无啦，台语无更字的音啦，台语哪有更字的音？无啦，系民间的啦，我来讲，这个阶段是民间，无一字是正确的啦。你头先看的所有的看板，无一字是正确的啦。安尼听话，无一字正。等人家给您看正确的啦，等人家给您看正确的啦，吼。好，这拢我袂写啦，民间我袂用的啦，吼。来，啊这嘞，麦克门拉面那是啥？虾米？虾米？西兰？骨头拢有，啥物死人骨头拢有，哇，是不是安尼？哇，所以英语嘛，就斗斗参参落哇，因为是安怎？啥物死人骨头拢有啦，啥物拢有啦，卖个问啊，卖个问啊，啥物拢有，哦，所以呢吼，但是。你有看到？你有看到倒英语无？什么低会贵哇哈哇哈？迄英语哇哈？啊有倒了注音符号哇哈？啊个倒乌白倒汉字哇？什么物件拢个来啦？伊就是想要用写台语，但是就是写袂出来啊！所以呢吼，什么物件伊会晓的拢个倒倒来哇？是不是安尼？哈、哦、哈、哦，就是安尼啦哈、哦。好，过来，这是台湾即卖情形啦哈，现状啦啊，这是上尾啊一关哦，这真困难，来大家念看卖。加上这边的，看无晓，要安怎？字无够清楚，无清楚嘛，无法度，因为安尼咧，这个卖吼，好啦，字看无卖啦，安尼卖啦吼，安尼卖啦，这是台南一个看板啦，这是做头毛的好所在啦吼，啊，但是啊吼，这写安尼啦，这是做头毛的。好所在哦，哇，是不是安尼？哈，是安尼哦，就是讲吼，这种我袂写台语看板啦。
我之前去到那個啥，去到一些官員見面的時候，我就說吼，咱要緊推薦台語教育啦，是怎樣？因為沒有台灣人都精神分裂啦，這是，這我說這就是台灣人的精神分裂啦，什麼意思呢？你明明用台語思考，要寫台語的字，但是你沒有材料寫，所以吼，台灣人就是有很多使用台語的願望，但是咱的教育沒有教育的訓練，讓大家可以把所想要寫的寫出來，所以大家就烏白鬥啦。你看，爱用华语去念，啥物大家拢念袂出来，因为大家知影迄是台语，坎巴想要用台语去念伊，对无？结果袂使，爱用华语一字念，啊，再来想台语的意思，安尼是不是精神分裂？对吧？迄就是他那咧讲什么什么什么 seven morning eight morning 哇哈，七早八早哇哈啊什么什么什么靠北靠母 cry father cry mother 哇哈，是不是安尼啊？什么就是安尼啦，迄就是拢乌白来啦，对吧？哈，乌白来啦。哦，敏感就是安尼，敏感有足侪这种状况。好，啊，但是啊吼，但是这是传统啦。啊，那这用个，他都咱大家听个真趣味对吧？但是那这个看板安尼一直用，大家敢会感觉台语是一个高尚的语言？袂对吧？但是我台语是真好笑、真粗、真低阶级咧用的，好笑啦，但是真低阶级的语言对吧？但是我甲各位讲。这不是咱今仔要讲的文创，这是要甲你讲民间早就有这种台语看板啊啦。迄啥？迄卖面的爱写什么面？切阿面对吧？吼，切阿面袂晓写对吧？因为汉字无切这个音嘛吼，所以就写切阿面有无？写切哦，切仔面哦。我拢问阮学生讲安怎念，伊讲老师真简单啊，切阿面啊。我什么切阿面？你甲面切切的，阿毋就一块安尼尔。哇，还有汤匙啊去食对吧？毋是切啦，是切啦哇。面安尼切哇，切阿面啦。啊，但是因为对啦，切阿面啦。啊，切啊面啦，啊，就是因为汉字啊吼，无迄个物件嘛，啊，台语大家佫袂晓写嘛，对无？咱的教育都无教咱写台语嘞，吼，对无？所以就迄种精神分裂啦。啊，但是毋是安尼啦，台语吼，伫台湾啦吼，台语去甲套南华语去甲安怎用，已经是一种少年人创业的做法啦，文青啦，吼，来，吼，这是甚物物件？好所在咖啡哇，伊下边有甲你注落马字无？好所在哇！怎么解做咯？这是高雄开的啦，吼，盐埕区啦。这个开的人是一个少年囡仔，打毕业无？大学伊进前大学的时代是迄个呆一个叫做 PPT， 迄少年人最爱去的一个社群网站。伊的嘉宾版的班主哦，伊的嘉宾搁得着过什么年度世界第一名？但是我跟你讲啦，吼，世界第一啦，吼，即马得什么比赛拢足侪的哇？什么叫做世界？你知影？只要有两三个国家参加，就叫世界啊！三个人去比啊，吼，拢来自三个国家。界就叫世界啊嘛，对吧？是不是安尼？那就叫世界。所以世界嘉宾比赛不一定是偌大啦，因为我唔知迄个比赛到底偌大。但是啊吼，伊是至少得过名的，吼，好所在嘉宾啦，吼，要卖一个嘉宾安怎？爱注罗马字啦，爱注罗马字啦。啊，这叫什么？栽蟑螂啦，吼！你若这你可能看较袂清楚，因为罗马字较细啦，迄毛飘罗马字哦。啊，这是一个少年囡仔吼，早囡仔，伊是呆生物科技迄毕业。生物科技是毋是最近上红的对吧？啊，应该会赚足侪钱的对吧？生物科技啊，什么 DNA 什么，但是啊吼，基因改造，但是伊讲吼，我无想要做迄生物科技，伤无聊啦，我想要做果酱啦，哦，所以伊走去法国留学哦，甲伊母啊讨一笔钱，去法国留学学做手工的迄个果酱，等下台湾以后吼，开一间叫做栽蟑螂的吼，专门卖果酱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去迄个啥？你若去伊个网站看，伊个网站足新鲜，伊敢若卖两项物件尔，一项叫做果酱，啊，伊个果酱啊吼，会嗨哦，一个月，你买来一个月来就嗨啊，你一个月来食掉，所以唔是像咱什么 Skippy 的迄个什么土豆酱哇吼，迄个咱放几年汤底拢袂嗨哇吼，唔是，啊，而且吼，伊唔是各种口味，大家季节拢有，迄个季节是啥物水果的季节，伊就干那有迄个。干那有迄个季节的水果啦，吼，诶，口味就对啦。所以迄个手工，因为伊讲安怎，伊讲吼，伊住彰化啦，吼，这样应该嘛有彰化人，彰化来嘛。彰化有一个神农奖的得主啦，吼，神农奖哇，神农奖是迄个台湾农业就是种植的上悬的一个奖啦，种红心芭乐啦。以前咱拢食迄鸟芭乐哇，吼，
吼，迄尿布啦，迄尿布啦，就足涩的啊吼。但是啊吼，唔知影是安怎对无？咱来去偷闻人兜的啊吼，拢感觉足好食的哇。迄竹林边上一大堆拢歪食，囥个烂的对无？啊去偷闻别人的啊吼，啊食七七的，啊来安尼夹夹，哇、哦，特别甜，特别好食哇，是不是安尼吼？好啊，所以呢吼，但是以前的尿布啦就是无好食啊，尿布啦无好食，所以伊就培养出些红心白啦啦，嫩、甜，吼啊个香。哎，足好食的啦吼！但是我问各位啦，新农种稻子种出来迄个芭乐吼，会烂无？那过分会烂无？会啦，就算什么种嘛，赶快也不是上帝啊，对不？上帝种的才袂烂，会烂对不？啊会烂，因就讲我要帮助在地啊，无你看这较好的芭乐好过分呢，足无彩，所以第一份口味就是芭乐口味的果酱啦，伊就去买迄、那个哈，买迄个过分的有无吼？啊，迄过分呢，伫菜市啊卖无好价，因为拢足烂烂哇，买回来做果酱啦。啊，所以伊的迄个口味啊，吼有足济就对啦，吼足济种口味，啊，拢台湾在地的水果，吼，啊，伊表伊就是讲啊，吼，我要在地啊健康啦，啊，其实啦，吼，恁知影，生理就是安尼啦，一方面是对外的宣传，就是在地健康啦，啊，事实上咧，唔是讲伊事实上无健康无在地哦，确实是健康在地，恁知影，过分的水果啊，吼，成本安怎？假啦，对无？伊硬买迄过分的，啊，卖伊外口较歹，伊做果酱较有差。反正就加卡的哇，更加甜，更升糖哇，所以伊背后的考量是 cost down 对吧？哦，但是一方面 cost down 哦，啊，因为你若一旦结合本土 cost down 以后，佫有好名声，哇，是不是一来一往就赚足侪啊对吧？啊，你另外佫做一种糖啊啦，迄嫩的糖啊 ，OL 好上爱啦 ，OL 的 office lady 哇哈，上爱迄个糖啊啦，啊，一细细罐啊吼，200外块台票，无俗啦，伫无俗啦，迄糖啊吼，啊，但是吼卖较足好个啦吼，大家有闲的，咱去伊个网站看，因为遮网络较慢，我着卖时间的关系，咱着卖伫遮秀伊个网站，迄足好个啦吼，啊，佫来吼，这是啥物物件？足好啦，有啊吼 ，JOHO 啦吼，足好咖啡，有啊吼，足好咖啡吼，啊要开一个咖啡厅嘛是爱台语啦吼，啊有人吼，我有一届有一个同学。学生啦，毕竟学生就当找我。伊讲老师，我炸好物啊来送你哦。我有好物啊，啥物好物啊呢啊吼，我目睭水变光哇吼。吼，伊讲伊就摕只饼给我啦吼。我讲吼，这啥物好物啊？这个饼呢，那有啥？伊讲老师真正是好物啊，你看好清楚。吼，这内底的字我应该写伫面顶上面了。好物啊，好物啊啦。这伫南部啊吼，足红的啦吼。伫高雄、台南、屏东拢开足侪间分店。你若伫网络路灯啊吼，爱等一个月才摕到啦，即马摕袂到，不是随灯随摕到啦，伊就是两块咸饼内底包甜的啊呢啦，吼有无？吼甜的啊呢，好。啊，这是啥？西雷啦，吼，但是这咱电火搞会咱较暗一撮，无这拢看袂清楚，真无彩啊呢。嘿，搞会咱较暗也是关一个，也是关一个，系哦，水，你看加足清楚，来。这啦吼，这因西洛吼，这是英语嘛，对吧？因西洛加华语的发音嘛。但是西雷安怎？加温刀，不是加温刀哦，爱用华语聊西雷安怎？加温刀啦，哇！西雷加温刀啦，哇！加温刀啦，啊，那个啊，哇，变成有发袂出来咯，华语说加温刀啦，哦，啊，伊门口在安怎？加温刀哇，上面顶哇，加温刀了，啊，这是啥？不是来擦啦，来坐啊，好不好？来坐是这边啦，西雷加温刀是这边啦。啊，那加要创啥？加凉加啦，啊这啥？那是加凉的。嘿呀，加凉啊，加啊这啥？这少年人下就安尼下啦，对吧？麦地散。买地产啦，地产就是土产的哇，土产啦，买土产吃啦。哦，啊，伊到底卖的是啥物物件？加温刀来坐哦，食凉买地产。啊，伊到底是咧卖啥啦？卖这啦，吼，卖腰果啦。啊，腰果的名叫啥？腰瘦便利包啦，哇，腰瘦便利啦，哇，腰瘦便利啦，有是不是？第一字就是腰果的腰对吧？吼，但是个腰瘦便利啦，就是安怎，足方便的啦，吼，足方便的啦，吼，好，过来，吼，啊，这是底下的一间饭店内底的卖，吼，这叫做什么？厝内的小
心识练习啦，吼！即厝内即伊咧卖个咧盘啦、碗啦，吼，就是、一寡较机卡的一寡物件啦。厝内心识练习啦，啊，上面顶迄个细字，唔知家己看会清楚无？心识食饭啦，吼，有无？心识食饭啦，吼，有无？像这种较矮的，啊，较贵的，卖较贵的高单价，嘛已经拢用台语啊，吼，像这，有无？这是 T Z U L A I， 是咩哪念 ？T Z U L A I。厝内啦，对啦，伊毋是写啥物家里有无？哦，毋是哦，伊写厝内哦，哦，有无？有无？哦，所以好，这是个人啦，吼，个人哦，伊要创业的时，伊感觉讲啊吼，因为即摆台湾意识较增加啦，吼，啊，所以伊就感觉讲啊吼，啊，即个我想要用台语啦，吼，我来创造即个我的扛棒。好，来去看一个啦，吼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同班同学安怎？吼，这是华语啦，吼，同班同学安怎？艾米达啦，哇，啊，这是啥？快来安怎？加啦，你看，这华语台语套蓝，啊，伊内底啊吼，有真侪联络簿啊，迄个 mark 啦，吼，国文哇，这以前细汉的宿题哇，吼，什么乌罗贝巴啊，这叫啥？这姓名姓叫啥？敢看会清楚？不是，我就讲这是台湾人的精神分裂，因为你若用台语去念台语，念袂出来；你爱用华语念台语，思考这个啥？来吃面啦，对啦，哇，来吃面啦，哇！啊，这嘞，这是啥？大娘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好。感谢，有够香啦！哇，来吃面，有够香。啊，这个叫啥？大娘，啊，这个叫啥？你来吃啦，好好哇！啊，这嘞，真好吃啦，真好吃啦！啊，哇，哎，不是，巴拉松，巴拉松是农药嘞。这叫啥？八道腰啦，好不好？哈，阿哥来嘞，最后一个嘞。不是，食粗饱啦，好不好？食粗饱啦，好不好？哈，食粗饱啦，好不好？哈，因就是用这来做因的店的一挂吸引人的啦，吼啊，这嘞，这伫 FB 我昨日来啦，吼，这要卖一个，这咧做啥嘞？这叫手机，这卖迄个耳机啦，卖耳机的叫啥物物件？不是啦，耳机叫耳机，我知呀。我今天问讲，伊的牌叫啥？何咪呀啦！你看用罗马字直接做伊的迄个啥，直接做伊的牌哇，哦，做伊的品牌安尼啦，哦，何咪呀啦，哦，啊，其实，哎，这会当有网络嘛，吼，我开。哦，就办的算了，算去啦，吼，好啦，吼，好来，吼，但是其实企业有感受到这个感觉，所以呢，吼，伊嘛开始用台语啦，吼，伊嘛开始用台语安尼，吼，这个啊，吼，这个是迄个啥？阿元地库，阿元地库是台湾做手工地库上出名的，你去百货公司啥拢看会到啦，吼。阿元地库伊推出一个 layup 啦，吼，这个叫做啥物？白泡泡，骨溜溜。水当当，有无？啊，原地裤啊吼，伊推出这个各种口味啦，吼，不是口味啦，香味啦，吼，口味甲香味的差别在倒位？会食甲袂食哩啦，吼，好，吼，甲迄啥，第礼盒啦，哦，啊，就四种口味，不，四种香味啊，白泡泡、幼咪咪、骨溜溜、水当当，啊，每一个有三块，所以拢总有几块。十二地啦，大家数学也袂歹对吧？吼，好，啊吼，伊的香味是啥物？柑仔，伊毋是写橘子哇，毋是呢，伊写柑仔，啊写啥？豆秋香啦，这嘛台语对吧？吼，这嘛台华语有另外叫法啦，有无？是毋是呢？台湾的地库吼，迄大间的公司嘛是同款用台语啊，阿元啦，啊对吧？阿元地库，好，过来。有一间酒店啦，吼，就是他在迄个厝内新设一个嘛，吼，这个伊伫迄个啥，伊是伫台中有一间叫金典酒店啦，金典酒店，吼，嘿啦，这伫倒位你知影？
这就是伫迄个台中的迄个上大条迄条中港路嘛，台湾大道，诶，搜狗百货公司的厝对面，叫金店百货公司。迄即间内底设计足有设计感的，我最爱去遐食这物早顿的，因为吼足有设计感的几间，伊迄便所啊吼，囡仔迄个吼，全部拢有泰鲁大型一挂迄个囡仔的迄个佚佗物啊，啊，规个规间足有设计感的。你若有等去台湾，有去台中，一定爱去参观迄间啦。啊！我出来进前，嘿，便唔啦，便所啦，规间拢会当看人。我出门进前，啊吼，才收到伊个卡达洛库啦，吼，伊个卡达洛库啦，吼。啊，迄个啥？等下吼，我互恁看伊个，2016年7月号啦，有无？我出国进前才打收到的，有无？吼，卡达洛库的封面是啥物呢？有闲倒来坐无？有闲倒来坐啦。你看伊设计了，你唔好干呐看台语，你看伊设计了，其实足有。feel 诶，有无？足有 feel 诶。啊，佫来咧，伊内底偏开是啥？有啥物食饱饱？有情食饱饱啦，好无？有情啦，食饱饱。但是即个情有相关意思啦，因为伊诶会员卡叫做晴天卡啦，吼、哦，哇，晴天卡，所以有情食饱饱。你若会员卡，即拢拍折啦，哇，你食啥物拢拍折啦。哎啦，晴天卡好不好？出示会员晴天卡，可享受友情价，哇！有钱吃饱饱啦，哈！有钱吃饱饱啦。啊，过来嘞，这是客气啦，这客气，有喊长来了，好不好？有喊长来了，好不好？是不是客气？哦，客气啦，哈，客气啦，哈，哈好。啊，过来，因卖秘鲁是啥物款的秘鲁？你知影？你看。乌水秘鲁哇，哈、哦！伊用台湾的24节气做24种口味，无咧还袂出全啦，哈！伊即摆干呐出可能6-7种口味尔啦，哈！会无同口味的秘鲁有无？是不是安尼？所以这就是我讲结合台湾文化、台语啊，甲迄个文创的物件吼，过来。哦，这就是几个啦。啊，这个酒店啊吼真厉害，伊毋是卡达洛库台语尔，伊伫路边打出来的迄个啥？诶，广告单，伊毋是路边拢会插一支旗啊，哇，迄种宣传单哇。伊这是啥？这边落念，这是伊的美食节，吼、哦，美食节就是，吼、哦。这你敢会念华语？意道子饭味鲜甜是啥物件啊？意道子饭是啥啦？这边落念，挂伫我饭啊啦，米青甜啦，憨碌憨碌，遍地零落。有无？是不是安尼？是不是用台语？吼、哦，这就是伊设计过啊，挑工专工啦，要用台语啦，吼、哦、啊好啊，伊内底挂伫我饭啦，吼啊内底吼，伊内底有一个大人的学堂啦，学什么物件？伊学做什么名？你呐？简单学堂啦 ，simple easy young， 哇吼 ，simple easy young， 吼、哦，简单学，简单做，伊的 slogan 哇，简单学，简单做，好，过来，好、哦。哇！哦，伊要学啥？什么食品添加物啦、蝶谷巴特啦、什么泰国料理安怎煮啦？哦，什么 DIY 啥？但伊就是简单学、简单做啦，有无？哦，所以大企业有咧用台语无？有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我上爱予大家看的一个就是迄个啦。